大家好，我是去，我们今天来到向阳，我们要爬嘉明湖的前一段，一起出发吧。现在这里是17度，超级凉的。现在到了向阳派出所，要走上去。然后见到平台是1.5公里。加油，可以休息了没？你刚跑出来，我已经不行了。觉得有入口好看哟。哇塞！大润发的起司面包条，然后很多人都说很像那个狗饲料的味道，吃的还蛮香的，吃一口，好硬啊！1公里了，耶！再走一下，到了平台，休息。喝可乐。耶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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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我们现在要走下去了，然后我们赶紧走到了2.4公里。终于要往下了，我已经真的快累死了。然后我妈还给我走到2.7，所以我们就先往下，然后到平台。这里真是有点美，然后这里蛮凉的。刚才我在楼西，不是在楼下，在向阳派出所的时候，看那个温度是17度。那我现在不知道现在是几度，在平台休息吃鸡汁面。我现在想要来喊话，10万订阅的话就去找嘉明湖，到嘉明湖对吧？然后现在那个冰城已经出来，就是茶叶蛋。终于看到我姐，他们就在前面。那现在走了多少？800，现在剩800而已。嗯，我们现在已经下来了，终于到下面了。豆腐汤，大火锅，吃冰棒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